们是为了赶回来扫墓，对，然后谁后面就不知道是怎么样。那你先生平常是在台北工作是吗？对，我们两个都是在台北工作。在台北工作。对。所以当时你也跟他一起在？我是坐同一班车，我是算是比较幸运，没有什么的比较严重的伤。对。先生是跟你坐在同个位置旁左右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就是坐同一个地方，可是我们是站票。站票是。你们是在第几节啊？第五节跟第六节的走道。哦，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。对对对，走道那个两分。那时候你先生玩完手机，然后就拿给你这样。对对对，也就不到，讲难听一点，不到十秒就发生事情了。他是怎么负责你的？啊？那我是保护。他就是因为他的旁边有一个门。然后左边，他这边另外一边也有一个门，可是我旁边还有很多人，都是可能是学生还是什么。啊，这当初他还没有，就是拿完手机给我之后，他有，就是有一点微眯，然后想要休息一下，后面就他觉得可能是不对劲，就把我推到另外一边。对啊。你有什么想要讲的吗？已经没有协助的，现在目前也还没有想到那个，对啊。所以在事情发生第一时间，就老公就要护着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他是把你往旁边安全地方，就是往安全的地方把我推走。受伤的小妹，对，跟他坐同列车旁边的小妹打他的手机，会响。会响，对，哦，所以你们并没有找到那一只手机就对了，你们还没有找到那一只手机，但是打过去会响。整个包包都没有找到，整个包包都没有找到，但是打过去会响。在包包里面，证件也在包包里面，啊，卡片什么的重要东西都在。